你要再飞是吗？嗯 ，Miki 在这边，他刚刚叮你一下说，你要不要睡觉啦？鸟鸟在干什么啊？上面是什么颜色的？什么东西啊？上面是什么？上面啊，不知道，上面是天空啊，是吗？是。你要不讲故事给爸爸听啊？你告诉爸爸，鸟鸟在干什么啊？然后飞到去哪里呀、啊？然后飞到哪里去啊？飞到下面去哪？然后呢？然后飞到上面去，然后去干什么呢？然后呢？那阿拉丁叔叔在干什么啊？你告诉爸爸阿拉丁叔叔在干什么？讲给爸爸听嘛。好不好啊？这是地毯，飞地毯。阿拉丁叔叔跟 Jasmine 阿姨坐着飞地毯，是吗？这是地毯的须须啊。可不可以告诉爸爸鸟鸟在跟阿拉丁叔叔在干什么啊？啊，我们讲下一页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是干什么啊？这是谁呀、啊，妹妹？这个是谁呀、啊？这是坏叔叔，是吗？坏叔叔又狂妄。啊，然后呢？坏叔叔在干什么啊？告诉爸爸。坏叔叔又狂妄。坏叔叔要好了是吗？他跟这个 Jasmine 阿姨在干什么啊？什么？这是 Jasmine 阿姨的这个珠宝。橘子。对呀，橘子，好厉害呀！然后呢？他跟珠宝跟橘子在一起是吗？坏爷爷要好了。坏爷爷要好了是吗？是。好了之后又给这个香蕉跟橘子给公主阿姨是吗？是。那好。告诉爸爸这是谁呀、啊？这个是谁呀、啊？是小娃子。神灯叔叔。神灯叔叔。对，神灯叔叔在干什么？神灯叔叔在抱着阿拉丁叔叔 ，Jasmine 阿姨，然后呢，左手捧着小猴子跟飞毯，是吗？尾巴，对呀。告诉爸爸 ，Jasmine 阿姨跟阿拉丁叔叔在干什么？阿拉丁好多什么？对呀。猴子呢？小猴子呢？这是老虎。老虎。小猴子在哪里啊？
啊，小猴子，哇，好厉害！小猴子在这里。小老虎。小老虎，对呀，小老虎。好啦，讲完啦，睡觉啦，好不好？眼睛闭闭起来。要讲啊，讲另外一本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在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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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前，在一个海里面，在一个大海里面，是不是热热啊？OK， 好啦，大海里面有什么呢？有一个王，国王，海国王。泡泡有国王。对呀。泡泡是什么颜色的？泡泡。泡泡是什么颜色的？泡泡是什么颜色的？大叉叉小，大叉叉气球的大叉叉。对呀。然后呢？爷爷在抓泡泡。爷爷在抓泡泡啊！爷爷有没有抓到泡泡啊？有抓到泡泡，有抓到几个泡泡啊？爷爷有抓到几个泡泡啊？有没有？然后呢？爷爷抓不到泡泡，用什么抓泡泡啊？爷爷用什么抓泡泡啊？哇，用尾巴抓泡泡那么厉害啊，抓不抓得到啊？抓不到。抓不到怎么办呢？抓不到怎么办呢？抓不到就要眼睛闭闭起来睡觉觉了，好不好？说拜拜，good night。你先说good night。